Hi guys, welcome to my next video. So today I'm going to talk about a new topic, Chinese idioms. So for this, I need to speak in Chinese. 华文中有大概5万个成语，96%的都是四字成语，之中一字成语是最多的，比如一目十行、一了百了、一日千里、一本万利、一清二楚、一手遮天、一步登天、一触即发、一鸣惊人、一石二鸟。然后还有三字成语，一门羹、莫须有，还有五字成语，一问三不知、八九不离十，和更上一层。我还知道一些六字成语，一线不如一线，一举手一投足，前怕狼后怕虎，一而再再而三，再而衰而竭三，一不做二不休，雷声大雨点脚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青者痛，丑者坏。我还知道一些八字成语，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。希望你们喜欢我的分享，我们下次一起。